好，那我回到简报第三页这边呢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好，就是其实 Google Keep 它就是一个很轻量的，所以我刚刚讲哦，如果你真的，诶，我就还没有怎么样，太多这个所谓的东西可以拿来记录，或者是平常可能你没有记录那么多的，其实你也可以考虑，就是先从 Google Keep 开始。像我之前其实我也都用蛮多 Google Keep 的功能，好，那它你可以把它单纯当做是随身的笔记，当做是便利贴，好，甚至任务管理工具，其实它都可以。我先来调查一下，好的，诶，请问，同学有用过，或者说有用 Google Keep 的有没有？如果有的，帮我按加一。我来看一下。哦，这个林老师上线了，哈哈哈。好像没有很多哦。嗨，哈哈，好像有用 Google Keep 的不多诶。其实 Google Keep 真的还不错，我给各位稍微看一下好了。诶，我先丢到旁边，以防万一。哈哈哈。我看一下哈。我给你看这个，因为其实 Google Keep 其实因为它也是跨平台的，好，所以说其实像这样，来来来，这个勉强可以看一下，简单的哈，像这个账号的这个账号，我就只有简单记录两个而已，还好，它基本上就长得像这样，好，就长得像这样的，你看。你可以用这个合取方块，好，那也可以上传你的照片，都可以，但是它不能上传附件，好，这是它的限制，我觉得比较可惜了哈，它没有这个附件的功能。但是平常如果你都只有这样用，其实有点可惜哦。你看哦，它还有资源哦，画图哦，所以如果像我现在有手写笔，或者你在行动装置上，有没有？哎，你想要。画一下，那这样子就可以进来了，对不对？那你就可以有标题、有内容，好，然后这样 OK，这样你就有一个简单的记事。好，诶，有同学提到拿 Google Keep 在，对对对，这是很方便的哈。所以如果有时候你可能是类似我们剪贴簿的共享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你可以在手机上贴上去，诶，电脑上打开，马上就可以看到了。所以，如果你有网址啦、啊，或者有时候一些文字，好，那你要共享，不管是你在电脑上拿到手机，手机上要拿到电脑，都相对比较方便，哦，你就不用在那边传来传去的，直接打开就可以用了。但是一般来说，大部分大家都只用到这里，对不对？有点可惜，真的，因为它可以做的事情更多。像我偷偷给各位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哎，我的东西会比较多，我看一下。好，我把，因为这个有一些私人的资料哈，所以我先给各位看一下，就是我有正式在用的，哦，有正式在用的，会是类似像这样子。但是有一些资讯呢，因为不太适合各位看，所以我要先马赛克一下。好，等我一下哦。我看一下有没有那个不适合大家看的。好，OK，OK，来，这样子，有没有？好，这个就是我有在用的。那我有在用的是像这样子，你看，像我们那个礼拜二，天马我有分享这个，这个我就记录起来啊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像这样，我会有帮它加上标签，而且这个标签其实效果是很方便的。好，为什么哈？因为其实。如果你没有透过这个功能，你单纯的像这样用，
这个就好像你平常在用那个纸的那个便利贴一样，贴多了会不会满出来？会啊，对不对？整个桌面啊都是便利贴，那你就很辛苦啊。所以你要会分门别类，哦，所以我在这边我就会，把比如说我可能有工作的，有生活的，哎，有一些想法的，好，或者是小朋友的参考书的，好，或者是我整理别人的名片，其实用 Google Keep 也很方便整理别人的名片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可以帮你做那个影像的辨识，也就是说你名片拍了，然后就跟那个 LINE 一样，我可以把这个影像里面的文字截取出来，好，这样你就不用再打字。好，当然如果有些名片它做的比较字体啦，哈，或者比较小，可能那个效果就做不出来，你要是自己打了哈。但是它就像在这个地方就很方便，好，那你也可以像这样加上不同的颜色，哎，加上不同的颜色，你可以做注记，甚至呢，哎，如果说我的东西很多的，那我也可以置顶。就是我看一下啊，这个这里，哎，哦，在这里有没有？这里有个小小的图钉，钉起来它就会放在最上面，表示比较重要。用完了解开就可以下了。好，当然如果这个记事，哎，你觉得 OK 的不用了，我就可以把它封存起来，在这里有没有？下面这里有一个叫封存，那你就不会在你的 Keep 里面看到。可是最重要的是，你用 Google Keep，其实他们 Google 系列都有一个很大好处。Google 什么最厉害？是不是就是搜寻？对不对？所以不管你有没有封存，你只要透过关键字的搜寻，都可以帮你找到以前的资料。好，所以呢，你今天其实在使用 Google Keep 了哈，虽然我们今天它不是我们的主角，但是我们今天是以各位的记事，哦，记录事情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，其实它还是一个不错的工具，轻量型的。好，那如果你要给它标签，你就可以在这边，你看我在这里有没有个新增标签，对不对？好，按下去，你就可以帮你的这个加上标签名称。好，那比如说，哎，我的01是什么什么事情？比如说工作。工作的，好，那好了，我就建立，那我就有一个标签，有没有？那我可以再继续建立。当然，这些标签你可以像这样打进去之后再个别加，也可以一次整理好。好，你看这里有一个标签，有没有？哎，你可以把所有的02，然后好打勾，对不对？03打勾，04。好，先做四个就好了哈。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。好，这样子，那你可以思考一下，平常如果你用我们的这个档案总管，好，档案总管的部分，请问你一个档案是不是只能放在一个资料夹？对不对？我们的档案总管的话，你的这个一个档案都只能放在一个资料夹里面。那这个呢，其实会产生很大的问题。为什么？其实我们现在讲的标签的概念在 Notion 里面一样有哦，所以这个概念是相通的。平常我一个档案只能放在一个资料夹，可是你应该有想到，我可能这个档案也许工作上会用到，哎，可能另外一个哦，这个04哦，它也会用到。那这个时候大家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复制一份，哈哈，然后呢，放到这里资料夹放一份，这里放一份，对不对？久了就怎么样？电脑的档案就变很多，可是又有很多重复的，甚至你还搞不清楚哪一个是比较新的版本，对不对？好，删这个又怕删到其他地方也会用到的，删这个又怕以前的资料不见，好，那你就会不好意思删，所以你加的垃圾就会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有没有？但是如果我们用标签，哦，标签英文叫tag，好，所以呢，你如果用这样的概念，那你来做的话，哎，就很简单哦，因为我今天一个档案也好，
一个记事。好，我们 Notion 也是一样，你可以属于工作的，也可以属于零四的、零二、零三，通通都可以。好，你看我先把它完成。你看，在这边，刚刚这个是工作的，那我来告诉他，诶，这里我的标签，好，这个呢不只是工作的，还是我们零四这一个的，有没有？这样就加进来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像这样，那我在这边，好，这里我也帮他加一下。你可以有标签，你可以没有标签，哈，都可以。好，假设这是零二的，这样就好了。那今天呢，当你的记事的内容像我这样很多的时候，啊，我今天只想要看跟那个我的健康生活有关系的，那我只要点这个标签，所有跟它相关的就都会出来。好，所以你看我们点零二的有没有，就只剩它；点零一的就只剩它；点零四的也只剩它。这样子的话呢，你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，相对好，我们在记录事情就会比较方便。而且呢，你如果是在手机上用，你也可以录音，啊，那也可以拍照，是大部分都功能都可以用到。它只有一个我刚刚讲的，不能够夹带档案附件，啊，这个是比较可惜的地方。不然其实它如果有这个功能，也许我会用它。用的更多了，好，因为其实说真的，我的 Keep 这边呢，资料其实很多，那它会占用的就是你 Google 的那个账号的空间，这样子，好，所以其实它的使用性上是还蛮高的。那你要做排序也很方便，就自己直接拉动调整就好，哎，这个些都可以的。好，这个是先跟大家分享一下。那如果说呢，你想要了解更多关于 Keep 这一块的话，诶，我记得我好像有做超链接啊，没有，我这里没有做超链接，没关系。来，各位，你可以到我的部落格，因为去年哦，有写一本这个高职的教科书在这里。哎，这一本呢，在这个四月章节里面哦，你找到第一章，等一下我再把这个连接下去哈。在这里呢，我有分享过 Keep，哦，有，在这里有没有？在这边有。好，所以呢，如果你想要看比较再详细一点的介绍，那我欢迎大家呢，你可以四月章节哈，反正教科书也可以。有一部分，我这个大概分享接近一半了，啊，接近一半。那它也有这个时间提醒，甚至也有什么地点的提醒哦，哎，所以其实还蛮不错的哦。所以它有点像这个，哎，那个什么，Google 日历一样。事实上，这个如果你有做提醒，它真的会整合到 Google 日历里面去，好，会整合到 Google 日历哈。所以这个部分呢，如果各位有兴趣，欢迎你。就是再尝试看看，好，这个对于刚开始你比较就是没有太多的这个记录经验的，可以先从这种轻量级的开始。那这个会对你在整理资料呢，有一个比较好的起步。那这样子你要再转到 Notion，可能你就会觉得，诶，我 Keep 已经比较不够用了，我就可以比较方便的在。来感受一下，到底 Notion 强大是强大在哪里？好，哎，有老师问一下，哎，我看，未标签资料可以批量标签吗？我印象中好像可以，哈哈，我看一下哈，可以勾起来，勾起来，勾起来，有没有？在这边勾起来，然后直接给它标签吗？我看一下哦，可以按着丢过去吗？哎，不行，我看一下，点这里。哎，好像不行呢，可以打勾，但是好像，哦，有，在上面，抱歉，我看到了，哎，复原一下。来，哎，不小心删掉没关系啊，它那个有垃圾桶哈，你可以把它复原回来，我先还原，看一下记事。好，
哎，这里，好，你看哦，我现在有三个，对不对？勾一勾。我倒是没有想到你有那么多未记未没有标签的哈，你把它勾一勾，在右上角这里，右上角这边，我们看一下。啊，有，真的有哎，有没有变更标签？好，那这样你就可以一次把多则这个记事，好，帮它加上标签。这样 Judy Light 可以吗 ？OK，好，其实它真的还蛮好用的啊，我个人还蛮喜欢的。是因为我的资料量越来越多之后，就会觉得它如果要做更多资料的整理，可能就能力上稍显不足啦，所以我才会去改换其他的这样子。OK。